好玩吗？一个无语猪的。我到这里这两天打烊，你当然是他高啊，我怎么会比他高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鼻子大，那啥也大。好油。能不能结束两个星期？如你们所愿，亲吧。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，哦，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时间？